说到逆生长啊，很多人会想到明星林志颖以及林志玲，这两个人都是39岁了。那其实呢，还有一个人叫林志炫，人家今年啊47了。你看，林志颖、林志玲、林志炫名字里都有林志这两个字，是不是只要带这两个字就有青春永驻的法宝呢？咱们赶紧去请教一下。说名字前两个是林志的都会比较逆生长。我当然不能林志颖啊，林志玲啊。啊，是是是，有。我当然不跟另外两位年轻貌美的志颖跟志玲比啊，我没有他们那么年轻貌美。如果不说，大家能看出歌手林志炫已经距离50岁不远了吗？没错，出生于1966年的他，今年已经47岁，可岁月似乎对他格外眷恋。出道20多年，林志炫的容貌和身材几乎没有改变，这让人不免联想到名字里同样含有林志二字的林志颖和林志玲，两个奔四的人却拥有20出头的容貌，难道林志家族都有长生不老的基因？我只不过而且我年纪又虚长了他们好多岁，47岁，怎么可以跟他们比呢？他们青春无敌啊。虽然谦虚地称自己没法和逆生长的林志玲、林志颖相提并论，可和同龄人相比，林志炫绝对算得上驻颜有术。与他同岁的歌手有刘欢，导演有高群书，演员有王志文，而林志炫的娃娃脸和小身板都让他看起来年轻很多。当然，除了底子好，好的生活习惯也帮了林志炫大忙。觉得你好像这么多年什么变化？没有，充足的水分，充足的睡眠，然后相对让自己懒一点，不要让自己的工作排那么多，侥幸，顺便，有了看似不是，就是老得比较慢一点。